ماشي.可以的，好听，还行吗？好，行，我觉得非常的行，很好听，真的。晚上好，我刚刚擦镜头呢，我镜头上有发胶，我把这个拿过去，去吃吧。你吃完了？我吃了，我不吃。你不吃了？那哟 ，Hello， 今天好漂亮，我哪天不漂亮？狗不理。你咋改名了，狗不理？哇，我们的绝，欢迎我们的杰出句句，看见弹幕了，看见了吧？你看这排场，没逼子，谢谢你夸我没。小声上大好，花花上到大好说话。你怎么又讲话二号机了？你不说把名字改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呢？你怎么又讲话二号机了？太多人用那个名字了，好吧，哼，随你，哼，除非你不欢迎我，呵呵，我们没有除非，这你说了算，你说了不算，好吗？买的小卡被人偷了，怎么回事呢？谁偷的？给他抓出来，关起来。谢谢小叶子的荧光海，谢谢小叶子。今晚真好看，是吧？这发色是不是很美？谢谢诗心的荧光海，这个发色 ，Hello， 其实它掉了一点点了，一盖就会忍不住冲鸡腿。我明白了，你就是不想送我鸡腿，你就不想送我鸡腿，我懂了。这个发色它其实掉了一点点紫色，它把紫色。就是本来还要更紫一点，它掉了一点，所以在镜头里面看着是灰色。大家等一下，我要再找不到去了。嗯，被谁拿了？查查监控呗，会不会被风吹走了呀？稍等一下啊！我终于直播了。那必须的。我反正今晚肯定会直播嘛，只是有点饿。晚上好啊，大家。发色好看，我也觉得。谢谢大猪猪的秋天，谢谢。有，因为我洗掉了，我现在肉眼看它是有紫色的，但是它洗掉了。峡谷里汪，你好，你好，你好。一开始没看见的人，困的。我后面看见了吗？哇，谢谢干啥啥不行跳河第一名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爱你哦，谢谢。你肯定要去上海，真的呀？会来见我吗？不要忘记想你，好的，不会忘记你。送你个，等我把它洗回来，我会把那个紫色洗回来的，因为我的固色洗发水到了，今天下午到的，等我把它洗回来，它就是紫色了。大家军训加油，对它洗回来，固色洗发水可以染色的，不知道吧？冷知识，固色洗发水是可以把那个发色给洗回来的，当然能洗回来啊，它是可以染色的。看就不懂了吧，银色也特别好看，确实我也觉得银色也很好看，但是为了让它保存的久一点，所以我得先洗回来，把它洗成紫色，很适合我哦。谢谢你，我现在染了我才懂，对，相当于重新染了一遍。晚上好，晚上好，这辈子没染过头的，主要是头发多，染的还是那么多。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主要是咱怎么说呢，这个头发吧比较多，晚点再给我修图行，没问题。我发现我修图还是可以的，因为呢我已经把我生日那天要发的照片都已经修出来了。上次直播还是对，因为我已经停不下来了。我其实只爱这两个人，我只爱这种浅色，我只爱这种浅色，但是金色我不喜欢，我只爱这种浅色发色。你来催人了，催什么？我头发，我跟你说，我头发不染之前也打结。是因为我头发不染它也打结，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怕我微博了，行，我看看，催啥人啊？催啥呀？不催我啊？你咋整？哎呀。
没有，多用点护发素。对，我也买了固色的护发素。我也买了固色的护发素。你还能催谁？催我啊？行，我看看。行，我看看吧。不打结呢？怎么可能不打结？头发肯定会打结，而且我头发又长，那是不可能不打结的。别急啊，这几天都在排练，明天我也要排练。谢谢那个狗不理的荧光棒，谢谢你的两个荧光棒。谢谢你的两个荧光棒。对啊，下午两点，也下午两点要排练。拍两首歌，你看到我心情就挺好。那看到我有时不心情不好的时候都爱看看我。发胖牌啊，行 ，OK。嗯，好饿呀！我跟你说，今天我在跳 CU 跟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扣子什么时候崩开了，掉了。它只掉了一个扣子。我跳完之后才发现，我下台就是放麦的时候，我说、啊、我的衣服出大事了，我说出大事了，我的衣服扣子崩开了。确实，明天要排练，过段时间跟我说。你要不现在说吧，你现在跟我说，我会好奇的，真的很钓鱼。你甭管，对，然后呢，我就把它给别起来了，别起来，然后上了最后一首歌。觉得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小熊把那颗扣子给我找到了，专业钓鱼不行，不能钓鱼。你要要么现在跟我说，要么你就揍你。晚上好，好奇一下嘛，你别好奇，好奇害死猫。这种舞台经验确实，以后都得别别人上去了。我忙排练，但是我可以看看啊，我今晚上可以看、啊。我是大家老公，别抢，打起来，打起来。对，打爆你们的头，打爆你们每个人的头，真的很好看，谢谢你们。不是衣服小了，是它扣子掉了，不是崩了，是它扣子本来就不稳，它掉下去了。我不知道是哪首歌掉的，真的很无语，怕我回不过来，我会回得过来的，放心吧，我会回得过来的。你现在对，是扣子松了，不是我的原因。晚上好呀，大家。给我吓死了，我当时，真的给我吓死了。谢谢夸奖。嗯，我夸你了？我没有吧，没有夸你。那个不，我只是可能50问，等我再剪剪啊。50问之前还有一个东西还在剪呢，我还没剪完。夸的是你去。是啥？你切，你切什么？你现在说吧，你不说我晚上觉都睡不着，你怎么跟我妈似的呢？真的是。Hello， 居然真做，当然做了呀。一件事一件，没事儿，你弄吧，你先说嘛。就是你先说了之后，我会自己会有个排序的，没事儿，我自己会有排序的，我会有计划的。太累目了，然后还有个 vlog 再剪，因为我先剪的 vlog， 然后呢再，然后所以那个只是录完了50问录完了，但是还没剪。对，你翻牌说嘛，我会一个事情给他做成一个计划，给他弄好的。不然你真的是给我啥的 vlog， 你觉得呢？你看看你的翻牌，我是看了你的翻牌给的灵感。你想想，你翻牌跟我说的什么 vlog， 那就是什么 vlog。今天刚刚知道的事情，那行吧。你给我那什么吧，你翻牌跟我说说。期待 vlog， 期待一下。好感动，还好了，就是那天录了一晚上，那天我录到5点钟才睡。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啊。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跟我说。对啊，这是你的主人，怎么了？谢谢狗不理的荧光棒，不能留下证据，不准撤，我有50个鸡腿呢，好歹50个鸡腿呢，不准撤。2号鸡都12级了，他哪个号不是12级？真的是，说这呢，
怒了，他没看到我脸上，我脸真的是冒了两大顶光，没办法，我们房间就是这个大顶光，没有办法。不不，你是什么呢？你肯定不是白嫖的，也是十二。对啊，他哪个号不是十二级？才未成年认证的，你未成年啊？我不付好吧？新修的，哇，你居然还会修，挺好的，挺好的。你怎么不帮你大哥修修呢？你帮千晨修，你怎么不帮你大哥修修呢？因为我发现我那天，就是我发现大家就非常。微我吧，我穷死了，真的是。只有两级，未成年，那没办法，你现在未成年就是有很多限制的，等你成年了就好了。不过今天把你拍紫发了，本来这就是紫发，它本来就灰紫色，它本来就是紫色在里面，只是紫色掉了很多。今天上午其实哈，今天上午排练的时候还是紫色的头发，结果排练完洗完头之后，紫色掉了很多。哼，手上没大哥的图，不知道找别人想想办法。怎么能没有大哥的图呢？你不爱大哥了？所以那把你咔咔修，快，这个有个修图的，快把我手把你们手上我的图都发给他，让他给我修图。上镜蛮高冷的，那我当然高冷了，那必须的，我这头发就适合高冷一点。你们直接微我五十，大家都能看到实力，对吧？你们直接在我房间里面发鸡腿都能看到实力。画个笔，朋友，你想想你手里的图堆了多少了？你要不思考一下啊？你手里我的图你堆了多少了？信号不好，让你微我五十呢？上班有个笨蛋，不是我，那一定不是我。我很高冷的，你们那是你们自己眼光有问题。我很高冷的，我高冷，我现在开始高冷，你们别想逗我笑。装什么装？我没装，我一直都很高冷。我很高冷的一个人，我是一个就是一个高冷的人设。搞笑女，谁是搞笑女？不是我。我是高能女神，呸，高冷女神，高确实高，那必须的，穷死了，老头儿你才不穷呢，你可富有了，你可有实力，高能高冷女神，我不搞笑，冷非常冷，你看我多冷，冷的都穿外套了，修姑都会上树，怎么哦，小神你会上树了呀，真不错，你看小神上树了，已经透支了。没有没有，你的实力远不止九票，那在后面乘三个零都有。高冷女神，我是一个很高冷的人。狗花，是的，你给我等着。我没有骂你啊，真的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逮住你话里面的语病而已，不是高冷女神，是很高的高，然后冷静的冷。你知道我吃了两个月泡面吗？那里那个泡面肯定是一万块钱一碗。我在想，这个是20。那必须漂亮啊！我这个发色真的是绝了，这个发色被大家夸了一天，所以高家人，我现在不是高家人，别给我提高家人，戒了我。我吃了一年干脆面了，我才不信呢你们。狗不出来蛋蛋说，虽然我就是狗汪你真是太可爱了。那你是哪家人？我是刘家人。开学可是炫泡面了，说实话开学确实要炫泡面，泡面都比食堂的饭好吃，真的无语。好的狗花，这发型眼前一亮的感觉。对啊，今天真的大家都夸我这发型好看的，冉冉也说我这头发好看，冉冉说我这头发这个颜色很好看，说很适合我。你是乐子人，笑死。食堂有鸡腿，说实话有那个鸡腿，但是呢你抢得到吗？够吧，你看看你看吧。对，你比上面的大佬们还要留。对啊，被夸了老开心，嘿嘿。
食堂还不错，那真的很不容易。反正我们的食堂真的还不如吃泡面。好了，晚安晚安，给我美，那必须美了。今天初中阿姨给你三个鸡腿，那你们那个阿姨真的人很好。我初中就没有在学校吃过饭，你会哭的。骂你，好的骂你，夸我好看。你那个朋友很有眼光哦。你现在哭了，哭吧，大家都哭，狗花干什么狗花？你干脆在学校基本天天泡面，但也不能天天吃泡面啊。咱们偶尔就是还是得吃吃食堂，天天吃泡面好像身体不好。你不热吗？不热啊，因为我很高冷，因为我高冷，所以我不热。然后还没做怎么办？还有一周来得及，我三天赶完暑假作业。你现在开始做，你绝对能做得完。就是七天嘛，一天做一颗。看今天真好看，那必须的。我，你朋友真的很有眼光。不用美哭了。哦，谢谢笨头五言袁离染毛熊清柳雨水寒的荧光棒，谢谢你。你别飘，我没飘啊。现在是夏天，两件够高冷了。对啊，天天都好看。我跟你说，我当年三天赶完暑假作业，你肯定可以的。我赶了，我连续我做了48小时的作业，就是一天没睡，连续赶了三天。结果第二天，我跟你说，第二天我去报名的时候，就是去报到的时候，我困得实在不行了，因为我已经两天没睡觉了。但是你们可真的别学，真的别学，这个不是个好习惯啊！先说，这真的不是个好习惯。然后呢，我两天没睡觉，然后就把三天把作业搞，这是衬衫赶完了，然后把那个作业一交，然后我们老师不知道去干什么，应该是开会去了吧。我当然带美瞳了，带了呀。然后呢，我就直接在就是趴在那个桌子上睡着了，直接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真的是困得不行。然后我一起来，我发现我睡了2个小时，我们老师开会都回来了。正好赶上我们老师给我们开会，就是刚好就是这2个小时老师开完会，然后呢我醒来之后老师开始给我们开会了。所以我你的最爱居然是外套衬衫，好想叫，怎么了？叫什么？叫女神吗？叫。确实最惨，就真的是最惨的，最惨的是这样的。然后老师说不用检查，确实骑得很是实。走开，我这是灰紫灰色，什么富婆内胆？没有富婆内胆，这是一个很穷很穷的，你还会努力挣钱。哼，你都是为了别人。哼，都不是为了我，生气了。骑得很是实，对啊，确实骑得很是时候。正好我们老师刚回来要开始给我们开会了，我起来了。但真的很困，当时我、哦、当时我觉得我整个人在神游当中。你最好是为了我，哼，没吧？没有啊，我们老师人很好。谢谢狗不理的荧光棒，拒绝于五月天，我可以，感觉能出合集。我点赞不好吗？多好呀，真棒，一定是的，哼，你最好是。比较纯情，怎么老头儿你不纯情？就说算了你，我们老师没有，他还是会让我做的。你看过？你看你发过吗？那谁知道呢？快追你，我不想追，累了。我刚买了那个签名皮肤，那个妲己的签名皮肤，但是我又不玩妲己，我真的很亏，觉得那个妲己的那个心愿皮肤，还有那个签名。我这皮肤真的，别说。昨天啊，是吗？昨天有19期吗？我不知道哎。就是隐隐的。你不是买镜和瑶，买了瑶没买，买了镜，镜和百里没买，我买了。其实我不不不，你不是，你是成功者，但瑶瑶也不是啊，主要是九尾的签名皮肤，然后就买了。一落和妖刀的那个哦，可惜你一个不会。我会玩镜，倒是偶尔补位的时候可以用用镜。这连
跑着打车走了，笑死了。主人，请尽情吩咐打几个。我知道西瓜酸了，不用。我就买了个我也没有吕布咖啡，我买了吕布咖啡，然后买了皮肤，还有那个动态签名，那是新源嘛？那个不叫皮肤，那个叫新源。后面还是删了。对，我想就是染，就是为什么要删呢？想发就发，对吧？笑什么？还有一句你不知道吧？还有妲己，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皮肤，它是什么？火辣辣的夏天，火辣辣的我，很亮热情，那有点对不起你的青春。对呀，就是要不要夸夸我呢？那你就不要用人民币来衡量呗。你自己说的，我又不是妲己。我只是给你说一下。我平常就是我就是只给你说一下，因为我不用妲己。10块钱抽出千城和无为的，我没有抽那个语音，为什么呢？那个是限时的。那个是限定的语音，30天，它只有30天，所以我没必要，我觉得没有必要。而且我打游戏的时候，我又不爱发语音，我又不爱点那个语音，所以我就没有抽。抽的太多了，没劲。我主要是看着那个镜挺好看的，那个镜子白里的皮肤挺好看的，瑶的皮肤也挺好看，但是我不玩瑶，所以我就没有弄。而且瑶太贵了，所以我现在没钱了呀，所以我现在没钱了吗？你不记得我了？你知道那一定不记得你。那天收到干得漂亮，我都不用了。然后就我唱完歌，怕威武是不是要掉了？威武是什么？V7还是V8？干得漂亮，我不会发，我一个都不发。我本来去上海了，可以偶尔来上海玩玩呗。又制裁我？好啊，我等你来制裁我呀。咱就是说我一定不记得你是谁。今年11月努力去过大寿，好呀，等你哦。找你贴贴，找你干嘛？直接关闭局内消息。其实我也差不多，我基本上屏蔽的局内消息。想起来一件事，啥事儿？咱就是说，我基本上不会太关注局内的消息。咋了？其实，哎呀，我这戴美瞳太难受了。我今天戴的新美瞳，一点都不难受。其实我，我今天戴的半年跑新的，给我10块钱，挺好。我眼镜儿，我就不想出。乐子哥，我一般不会发局内消息，所以那个皮对我没用。那个公园有啊，用墨鱼面来啦。16号怎么办？那看你喽，对吧？看是我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喽？那这个问题能问我吗？半年抛，不过来了，还是早班。好的，快去睡吧，晚安。加油，你可以的。16号可以见面了，对呀、啊，还是有这个你关了也没有用。墨鱼面，这个你关了也是没有用的，还是会有的。加油，你可以的。我也是个铁人耶。当然有半年抛啊，有年抛、半年抛、日抛、月抛。那我必须懂哦。好的，谢谢，我觉得我很荣幸。晚上好，汤普森。对啊，关不掉的，所以这个花花不是换号了吗？对，受不了了，就是一下子受不了了，你眼睛要炸了，你看眼睛红的。那你想想怎么说吧。有汤老师，哎，你认识汤老师？你居然认识他？唱什么歌呢？然后怎么说吧，啊，那是你的问题哦。对啊，你看他认识你，谢谢老头的荧光棒。怎么跟我说？行啊，随你哦，看谁比谁在你心目中更重要喽。谢谢你的无鸡腿，谢谢。眼睛巨红，没关还关不了。笑死了，太晚了要睡觉了。主要是我才下直播，我才下公演嘛，所以就晚一点，不然有点好吧。谢谢汤普森的荧光棒，谢谢。去横店呗，他让你去横店找他呢。鸡丝细边儿，你想他有什么用？人家不想你好吗？好的，晚安。没有，不是我要下了，是他们要走了，他们要睡觉了，不是我。没人不让你上海陪我的，没有人不让你，不重要，随便，哼，
今天准备播到，到时候看吧。吃香肠了，嘴里呢，吃完了没有了。你又不在横店，确实哈，你在上海呢。他让你去横店，就是感受一下横店的氛围吧。去吧你。想我，现在就要想我了，我是备胎是吧？我说他随便，没说你随便。我说他想去就去吧，这可能人家在他心目中更重要一点吧。八连胜真不错哎，居然八连胜好难得。男同志们，我做队长你是疯了吗？我做队长真的疯了。就是红旗，对外面彩旗飘飘嘛，对吧？沸羊羊，为什么是沸羊羊呢？不过对不了一点好吗？言对言对，我们言对在那儿。今天的大家，那确实很好的朋友，对呀、啊，嗯，没有来看公演了，大家非常的非常的。言对在这儿呢，我不敢，我不敢。对，十六晚场，不要推理。我这需要推理吗？脑子一过就出来了，出门狂欢。那是他们，我可没有啊。好久没有见过的样子。剑走偏锋，我敢吗？我什么东西？我做队长，我敢吗？真的是，我如果我做队长，我估计完了，那完蛋，完犊子了。那真的是接旗的手都在颤抖，那不可能是我，知道吗？就是呢，你们推理啊，我知道你们在猜谁是队长，对吧？你们推理的话，直接把我剔除，不用考虑我，我肯定不是。昨天公演坐的位置旁边还滴水，怎么？我是队长，我当不了。我是你是。但已经确定了，其实也没有，其实也没有。但是呢，你完全不用考虑我，因为我根本就不在这个队长范围之内。队长人选的范围里面没有我，咱就是说别考虑我，直接把我剔除掉。他肯定又说我乱花钱，我说你就说咱俩。你个猫头像，那估计会出来一千个同名的了。空调的水，啊，怎么？因为我之前我就问他，我说我没 K， 我没 K 是什么？然后你有头。嗯，那他不会说我了，因为那个时候，一个老人一个新人的，你觉得可能吗？世新。摸摸你的良心，就算是新人，那也不会新到我这儿来吧？我觉得这只是就算是新人，那也不至于新到我这儿来吧？是，就是为了后面更好。要做队长，我不是啊。就是熟悉，就是那个什么，嗯、为了后面更好的就是。我不会是我不可能是队长。让我干啥？对吧？严队，严队在这儿呢。好，我跟你说起我今天看到那个吴涵，真的是。这是我看到吴涵形容我。你熟什么熟？你一点都不熟。大家以为就是那个，肯定是说我是不可能是队长，那就找手机跟他要。这样的，他真的满世界找手机。我换完衣服下来，他在找手机，然后说找到了。然后呢，我出门了，坐车上他还在找手机。真的，也是真的，怎么了？问了我们还内心，他内心高兴。真的啥？我们这才叫亲戚，居然操心队长的事情。对呀、啊，粉我的人怎么会操心我是队长这个事儿呢？那完全是不可能，好吧？送你三个字，不可能，真的是。我要是队长，那真的太炸裂了，真的是。咱这是。我跟你说，我真的，我要是队长，我直接上头条了，我要。真的不可能。咱们就是。对啊，结果就在车上笑死了。纯情的猫的头像。你那是。那更难找了，真的是，那更难找了。当用猫当头像的人真的是，猫还有不纯洁吗？我是2003年的吗？我是去年的。别干，快跑！我怎么可能会是队长呢？想想都不可能。当然，那真的是太炸裂了。那明天加薪路被我掀翻了，这个消息。现在怎么搞？对啊，我真的，我不行，我真的不会是。你是福建第一神级可以的，我是上周的事。就是越是这样的越。我怎么居然这么正经的回应？就我们这种是绝对不会。怎么了？我是去年的这个事情，怎么了？当过渣男，你什么时候都是渣？相当炸裂，那确实炸裂呀！真的是，怎么可能？直接一个
重磅消息。笑什么？我说什么了？就这么好笑了？我说啥了？我说啥了？而且你知道，我跟你说，这是什么？因为特别震惊。我因为我是个正经人，你知道吧？因为我是个正经人，哇！你才知道我是这么看你的呀！天哪，天哪，老头儿居然才知道我是这么看你的，我一直都这么看你。我爸妈都跟我说，你跟他说怎么向我退位让贤，他为什么向我退位？我来顶他的位置，那别了，叶总当着吧，跟我沾边儿了，沾了边儿。快睡吧，晚安。好可爱，一般一般，我不可爱，我高冷。插嘴风云，对啊，我一时稀奇的，我怎么可能当队长呢？插队真的，那真的是，那不是插队风云突变了，是加薪路风云突变了。哦，跟你这样沾边的哪个不渣男？确实，因为你就是个渣男。不不不，我才不要坐他的位置。叶总他自己坐好吧，这个位置，叶总坐好他的位置就好。怎么了，狗华？嗨，回来了。我不当，我怎么每个人都要进来问我一个这个问题？我不当队长，我当什么队长？当哪个曾队长？我就骂你，狗华。我不是队长，咱们就是说对不了一点，就对不了一点。一会儿就听见我说我不是，我怎么可能是，那就是副队长，我是那个副，队长跟我没有关系，队长两个字没有关系，我是那个副。本人不是队长，咱就是说你们推理我们插队谁当队长的话，直接可以把我踢出掉好吗？我是那个副，我不是那个队长，我是那个副，把队长去掉。真无语，我还能当队长呢，真的是搞笑呢，搞笑呢，当不了一点，谁拿了旗就谁就是，我又没拿旗对吧？哎，我拿了吗？我没拿，我没拿旗，我不是说了自己，我没有说，我可没有说自己是队长，我可不是哦。哎，我没拿，我什么时候拿的？什么时候拿起的？没拿。不好意思，你没看到，你什么都没看到，我没有拿哦。涛哥，不准。你要让他一直喝牛奶。不行，没有，就是没有。哎，我可不，我说实话，大哥，你们真的不用这样的，就是不用这样的担忧，为什么呢？人家就是。在考虑插队的队长的时候，根本压根不会考虑我好吗？咱就是说在考虑插队谁是队长的时候，人家压根不会考虑我好吧？咱就说真的不舒服，把我剔除掉好吗？我不是那个队长候选人，得当了几年队长。水水我这年纪，我跟水水一样大呀。你这话应该跟于佳蔚说，你知道了吧？猜男的女的，我猜你可男可女。看我直播就考虑我，那更不会考虑我了，叶总。现在来，你23，行的，你是我的。那你这是遗传。当队长其实压力蛮大的。是啊，那根本不会考虑我，好吧？咱们就是说，不要这样担忧哦。时光稳重点啊，年轻人。没有这个万一，好吗？真的没有这个万一，人家选队长根本不会考虑是我，这都无语了。他不会考，就是新人真的不会是我。怎么可能会找个17的人去当队长？是你疯了还是公司疯了？真的是，虽然我们公司很疯，但是没有疯到这种情况，好吧？没有疯到这种程度。我不是搞笑你，我是高冷，高冷的，静静的窥屏，不要静静窥屏，一起来玩吗？打听一下，打听什么？官托不懂，我不懂。真的对啊，我们高冷女神，我不是高铁，没有队长好久，有的吧？
笑什么？不，他就是嘛。除非他疯了，真的是。再疯也疯不到这种程度吧？我觉得。居然还在当队长。不是他们地址说，讨厌他们，他们带我节奏，就是抬什么抬不了一点，那抬不了一点的。过完年我的，嗯，真的是，你看他们一直带我节奏，是他们在带我节奏，陪节奏。翻到手抽筋为止。我不说了，我也人如其名呢，人如其名怎么了？不会的，真的，我没劲。怎么了，狗花？怎么聊当队长？来来，我们插队，让你当。我不是，对，我是高冷女生，我很高冷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感觉就是在我眼里还是很欣赏。27表明，对，27表明。大家狗花，怎么了？狗花要当我们插队的队长？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怎么淡退了呀？嗯，我淡退不了一点。我现在就拒绝吧，咱们小偶像怎么淡退？小偶像不能淡退。那里给我穿小鞋的，你穿小鞋，我就让我的粉丝骂你。嗯，挺好的。可以的，左队很好。哇哦，加油，你可以的。我驾照还没过期呢。马赛克了，非要就是做人。好的，我支持你。再掐啥？再掐这个肠儿，火腿肠。嗯，左左脾气可好了。我跟你说，左左，你们对他有误解。左左的脾气巨好。谢谢全然冬林的秋天，谢谢。你唱就完。真的是。下次有坏人，没有啊？我驾照应该还有段时间吧。明年。2019年拿的驾照，对，明年，对啊，左左可温柔了，妈呀，其实是个老实孩子，确实，他真的人很好，你们对他有误解，他脾气不差的，他脾气很好的。怎么讲？十五岁已经正长个儿的时候了，长个儿后边熬夜，就是要多吃蛋白质。咱们就是说吧，而且要每天喝，所以不用考虑我，别过期了，不会过期的。对啊，是真的人挺好的，但你可没有。还能长得。看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对呀、啊。对。没有哈，真的也蛮好，完全不能考虑。哎呀，你们9月份就知道了，吧？就我说走的。是吧？我其实我都不知道。你说走走哦。笑的那个朋友，吓死我了，有一个抖音。我们插队的每个人都很好，好吧？咱们插队每个人都很好。谢谢。反正就是说，有吃饭吗？吃了午饭，但没有吃晚饭。开始说漂亮话，主要是想了想，开始端水了。我不知道啊，你问我没用啊。我咋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选的是谁呀、啊。没来得及吃，本来说一会儿吃的，没有喝，我在喝墨酸奶。谁当？我怎么知道谁当？我要能知道，我能知道这个。没来得及吃。你当，对，小生当，我粉丝当，我们花花当。小生一号级当正队，小生二号级当副队，多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别给我急队长，我不是，搞完穿小鞋的，那我就带节奏，我就骂你，那我就骂你，我跟你说狗话，那你这样给我穿小鞋，我就骂你，我这个人不行，然后就把你弹劾了。嗯。你不会觉得我很无趣吗？真好吃，饿死了，吃着糖充充饥。
很有趣，天哪！确实，我这样都很有趣。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哟，画画上大号说话了呀，哟，画画上大号说话了呀，怎么了？怎么舍得开大号了呢？能不能不要 Q 就 Q？ 一会儿没见就好想我，赶紧睡觉去吧。谢谢花花的蹦迪，谢谢花花。别 Q， 哼，就 Q。就可以了。你们上手呗，他两次讲一句话都不行。咱就说真的好饿呀！我今天跟那饿死鬼投胎一样，好饿，两个月没冲了。看来管得挺严啊，看来家教挺严啊，花花。说我就是在台，就是在台下跳公演，台上台下。嗯。快去休息，没有东西吃了。一秒不见，如隔一秒。我谢谢您嘞，真谢谢您。我觉得我自己长的时候可装了，对了，我是不点了，晚这么晚吃外卖会长胖的，咱们就是说还是要就是保持一下身材。谢谢。不怕，为什么不怕？不行，得怕。咱们做偶像要有偶像的觉悟。该贴标了，我一年四季都不贴标的，可骄傲了，一年四季都不贴标的。好解决，那必须的，多吃点不行，咱们有偶像的觉悟。娜姐机长是美的，每个人都捏手，谢谢你，这是我好的一点。幸亏你没有吃夜宵的习，吃宵夜的习惯。就是我，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子、握手，不是你。对啊，磨酸奶。你说的我好像那个老变态。老变态。咱们是真情实感，不是我困难，就是。你好呀，你好呀，你好呀。就是一直就是很喜欢。一天没吃，你一天没吃饭，那你赶紧吃一点吧。啊、我跟你说，我饿的，当时在台上跳舞的时候，胃疼。就是当时在跳舞的时候，因为太饿了嘛，饿得我胃疼，但下来就好了。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是没算你一份吗？我女人好多。那当然算啊，在家楼下抽烟放空，赶紧吃点。我吃了零食，饿了可劲。不吃不吃。你还能跑？你管我呢你？哼。把不好的情绪带回家，怎么就不好的情绪了？你们怎么？我感觉你们情绪天天就是时而好，时而不好，咋了？压力那么大的？女人聊天怎么睡得着？也不只有女人，还有很多男人呢。通过你，通过这些，通过你的发言，我知道了你是一个小姐姐，是吗？你是个小女生。出门一天多累，就这样。对啊，每天都一出门一天累，你就回家睡呗，真的是。那我确实发现了，但是我发现你上班的时候情绪也挺好的呀，可能是因为看我吧，乐观了，能跑到哪去？你别管，你别管，已经戒烟一个月，真棒，真不错。当然，如果有一些朋友，我当然够四十斤。谢谢周的荧光棒，谢谢。也是可以特殊关照。老公说的都对，那必须对，好棒。那个蚊子为什么离谱呢？姐姐多吃点。我说你应该是小吕山帮。我吃的挺多的，真的。哦，在你的鼻子上，那你岂不是是个小丑？没有没有说你的意思啊，很可爱很可爱的，很可爱的，没有没有嘲笑你的意思。我四十二吧。差不多，没有嘲笑你，我没有嘲笑你。我的同人文写一半，我能问一下吗？你写的我跟谁呀、啊？为什么给我同人文写？为什么给我写同人文？不准！快攻击他！好的，攻击你，狗花。我命你多吃，我不，我叛你，怎么了？我就不理你。
对啊，差不多四人。居然骂人小丑没天理，骂的就是李国华小丑，哼，天理，我就是天理。还有就是跟我握手，然后打给我是吧？我是直的，朋友们。咱们就是说我是直的。这个业务啥？别给我写朋友。关于拿发，写我的粉丝们吧，写写我的粉丝们，他们比我精彩，没有烦你。咱们就这样。姐姐就是说，咱就是说呢，姐姐比较叛逆。你非得你自己憋住了。怎么回我翻牌？什么？你想挨揍吗？你想被揍吗？行吧。天理所在是吧？没错，我就是天理。但是呢，对，我就是那个真。你就是感受一下嘛。他们就是有点太礼貌了。不会歪到哪儿去。没见过这人握手拿八股的，也是你别，你别写着写着号没了。我跟你说，你别写那个什么同样写的这号没了哦。我跟你说。我可以挠你吗？你好，你写，我写了之后我看不对劲，我举报你。你讨厌黑色，却喜欢上了夜。夜晚也不是全是黑色的呀，对吧？它有点蓝黑色。然后这个东西不就是？那么叫嚣吗？怎么被我举报没的吗？我举报他，我举报他乱写。喜欢上了雪和飞鼠柳啊，宝贝儿。哟，小神。你这是？挺好的，狠人啊，你是个狠人啊，黑化了，咱就不说啊，看破不说破啊，你黑化什么黑化，你这是非主流化了，不叫黑化了，对啊，就举报你，你别让我逮着机会呀、啊、你说我怎么了，咋了，别 Q, 我没 Q 啊，你自己 Q 的呀，我什么都没说呀，你对自己挺狠的，咱就是说。我没有 Q 啊，你自己 Q 的，就是这个话吧。我想过很多人说，但唯独没有想到是你说。那叫非主流，帮我那排小珍珠摘下来，这个吗？为什么不好看吗？哼，能 Q？ 不行，摘下来头发乱了，摘不下来了，头发乱了，摘下来。能 Q 了，你挺狠的，你对自己挺狠的，那叫中二，那不是非主流吗？他发的那些，确实有点不好看。哪儿不好看呢？那么好看，这个珍珠多好看！总有点发饰吧，没有发饰好，很干瘪。我也最近也没有买新的发饰，我买了一个，准备16号那天戴。姐姐戴什么都好看，那是。那是姐姐，姐姐就是呢，戴个那什么，对呀、啊，戴个厨师帽都好看。那人狠话不多是吗？可以戴，不可以？打咩打咩？不然现在都睡了。你现在确实不睡吗？比如今天就有。就是什么？晚上好呀。哎，你平常你是跟你朋友总就是啥？就这种感觉能让你。就是像快变成甜妹，不可能变，不可能变，颅顶啊！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有颅顶吗？因为我漂了头发，我的发质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它有颅顶了。它一夹，它就不会塌了。给我干活，快干！可以认识一下吗？这位漂亮的姐姐呢，就是 Team X 的刘小涵 ，SH48 的颅顶较看。因为为什么有颅顶呢？因为我漂了3次之后呢，我的发质变差了，然后呢它就能夹得起来，它夹起来就能定型了，能定型呢它就不会塌了。回家了还要干活，为什么不干活呢？你既然就阁下已经就这样的。姐姐看看美瞳，你要看吧，这是我新买的，还有3种颜色，它叫芭比，它是芭比系列的。那个泡沫什么呀，我才不知道彩屏。一下午上课就坐在最后一排看我之前的课，挺好的，加油，你可以的。好的 ，Barbie。对 ，I'm Barbie。变差，都要发质变差了，但是呢还好，也没有很差，就是我这发质呢还能再漂几次，因为它没有很差。
那不是枯草，枯草它还是有那种柔软柔顺的那田园是吧？咱们狮子座的好吗？都是工作上面的铁人，一直凡尔赛。我现在也能凡尔赛，因为我的发质还是很好，它也没断，它还很柔顺，只是它能夹得起来，它夹起来不容易塌了。我没有去看孤注一掷。对啊，我不喜欢吃香菜，我不是不喜欢，是根本不吃。他觉得大家就是非常有才，对，根本不吃。对一些东西都非常有。你好像很骄傲，就是他做发型会好做一些，因为发质变差了呢，他做发型会好做一些，但是也没有差到哪儿去，因为他还是很柔顺。他还是很柔很柔顺的那种，他不像枯草一样，他摸起来还是柔顺的、柔软的。是一个香菜多好吃，香菜一点都不好吃，讨厌死香菜了。单纯的风味，非常讨厌香菜。哼，不吃，你就是枯草的枯草。多用点护发精油嘛，你就不是了。不准种香菜啊！我冰箱里还有个瓜，你想不想吃？你想吃？我这瓜是酸，感觉。确实，就是我吃了两口，它已经酸，所以不想吃了。感觉它已经坏了，因为没有开空调，然后它就是放在外面放坏了。对，放一下午就坏了，真奇怪。重庆人也不是每个人都吃香菜的呀。哟，谁不认识美女？高冷的美女干嘛用笔筒看人？就看你怎么了。不要香菜，不要香菜，香菜最难吃了。就是没有，我们出门了，然后呢香就被香菜去了，那西瓜，那西瓜忘记放那个冰箱了，香菜难吃，超难吃，不喜欢吃香菜。可是他们种他们的，我不管。像我，我可不管。我可不管。你像我都限制你呀。香菜难吃死。你也种。啊，不爱吃这个。不乖，你们这些都是香菜，那是给你们吃的，你们最好给我吃完。我知道恋爱循环 ，Say no， 你 no 明大家，不知道怎么唱，我知道的是。下次送我香菜花儿。沉默了。那我送给林佳怡。你也种了，不准种，不准种。怎么了？没有问题。这首歌很好。赚大门牙。种给没有？是你们种种了，你们自己吃。赚大门牙都没。对呀，谁爱吃那么难吃的香菜呀？真的是。乖乖你乖你什么意思？拿根香菜去看公演。真无语。不能不喜欢香菜，我就不喜欢，就不喜欢。怪，嗯，就怪你，怎么了？咋啦？就怪你，揍你哦，揍啊！你来啊，怕你哦，人家好怕怕哦，好怕叔叔，大姐，谢谢浮屠的蹦迪，谢谢浮屠。还跟禽兽同，我跟香菜都有故事，我跟人类就是没有故事，是吧？这傲娇的有点好看。我一直都很好看。不热吗？不热呀，开着空调呢，一点都不热。因为我很高冷，所以我一点都不热。我浑身散发的冷气就是足以达到空调的22度，做不到。你不是你揍我呀你。送我香菜，我真的会，我真的会谢。就是谁发明的香菜跟折耳根，讨厌死了，迟早制裁我呀，你制裁不到。你小心把那瓜摔地上，我跟你说。大家开着空调，我只是穿一穿，我不想露出里面的那件背心。你香菜过敏？不过敏啊，只是我讨厌吃香菜。折耳根好难吃啊，一点不好吃啊，当胖子有事情，那真的是一点看不出来。下次送我香菜，不要，我拒绝，我拒收。对啊，这叫时尚。我这个衬衫叫时尚，好吧，这时尚单品。机长，你给我等着，我给你等着，你最好来哦，你不来，谁不来谁小狗。你还没吃过折耳根，那你吃一下吧。你吃一下就知道了，你吃一下就这辈子不想听到折耳根这三个字。我还以为多行呢，哼，
哼，娜姐吃香菜吗？你猜。你吃。你不吃。因为有个人说让我塞你满嘴香菜。嗯。你看一下刘小涵想年。2023年。什么呀？在准备，在你准备在机长的时候贴你贴香菜吗？不准备，这香菜我这辈子是不可能会主播三接触的。你也讨厌折耳根。小嚼能吃五指西瓜吗？你45码都能吃，耽误你吃啥？折耳根真的很难吃。我一定塞你嘴里，我让你吃给我看。那这样吧，我全把你们送我的香菜跟折耳根，我全部塞娜姐那儿，让她吃。拉弓删，他才不会删我，他只会删你。我哭死了，没有香菜香水吧？一篓子香菜，受不了，接受不了。那你别跟我吃火锅，你会被我赶去开另外一桌，另外一桌的。什么火量真？他就是想你删他，知道吧？啊、让你大力的删他。吃啥？所以我一般不吃小吃，我一般会让他不要放折耳根。香菜很好吃，一点都不好吃。香菜到底谁在吃啊？难吃死了，难吃的要命，一点都不好吃。不爱吃折耳根，香菜折耳根不爱吃，难吃，会把节奏带偏的。哎。没有啊，谁带节奏了？我可没有。嗨，晚上好。我就要塞那里，我把那个什么折耳根跟那个香菜全塞那姐那儿。等他煮那个什么麻辣烫的时候，就塞他麻辣烫里面，让他吃。各位，卡里面一个问题啊，我什么时候是出道一年了呢？我什么时候是我出道一周年呢？考你们个问题，看你们知不知道。明天，我给你个大嘴巴子。明天，啊，对，一说对了耶，一是对的。哎，对对对，看来有人记得，那我就放心了。大姐，谢谢，不用谢，太客气了。咱们就是说，你真牛，确实，你真牛，真不错，还是有人记得的，我开心了。那个说明天的，我给你一大嘴巴子，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公演到第几场。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公演，那我今天公演到第几场了？问问你们呢？我真的会谢哦，我真的会谢哦。克你的嬉皮去，64场啊！我都已经过50场场，呸！我今天的嘴怎么回事？我都已经过50场了。哦，你乱讲的呀！对呀、啊，嗨，我又真的64了，我都不知道多少场，且不带感情的说出来。对啊，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那确实我也没有算过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的姻缘会算的。咱们就是说，我觉得我的饭头肯定会计算着的，对吧，水星？谢谢蒙琪琪的荧光海，谢谢蒙琪琪。懂吧？明白吧？懂我的意思吧？我不相信。还有7个月就1周年了，这个月8月27我就是1周年了。对啊，因为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说，我觉得我的饭头是会知道的，就是咱们音乐会是肯定会记的，对吧？我不是24，我还没有23呢，我就24了。我真的会谢哦，对啊，我相信我自家的粉丝，我没有24。我00后，我怎么就24了？铁人实锤是？你是饭桶吗？发发大神，我不知道啊，咱就是说不知道已经多少场。别撕嘴皮儿，那不是嘴皮儿，那是口红，这成疤了。嗨，波波。对呀、啊，我没有24，我连23都没有，我就24，我真会气。铁人三项挺好的，挺好的，知道饭团的是这不是问题，不到我没有24，我再给你们说一遍，我没有24，真的无语了。
我明年十八，我今年才十八呢，你们就说我二十四了，真的是我连二十都没有呢，真的讨厌。虚岁没有虚岁，虚岁也不是二十四好吗？我现在才二十二呢，呸，我现在才十七呢。对啊，我零五后呢，我才十七呢。你生日我正要开始，真巧了吗？这不是，那这不是巧了吗？巧了吗？这不是。没有暴露啊，我今年十七呢，蛮难做的呀。所以咱们试新是迎难而上嘛。对啊，我跟你一样大，还没成年呢，我明年该高考了。比我小两，哎，黄一柳 ，Hello， 我们非主流二人组吗？干嘛非主流？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那个咸蛋超人吗？你知道那个咸蛋超人吗？就他眼睛，我这是推理中的柯南。哎，你看，我在思考，就是我现在思考出结果。哎，看我的眼镜在放光，就是我的智慧在发光。喜欢柯南的和不喜欢柯南的同事都沉默了。就是感觉，我以为是你那个咸蛋超人呢，我以为。我真的都没往那个柯南方面想。啊，你 get 不到我的这个，你你像个咸蛋超人，真的是。我给你看这个，是吗？这是我的，这是溜溜和球球的弟弟。然后，这是我们家第三个儿子，然后给你展示一下他的绝活。你展示吧。他会唱歌，唱的比你好听多了，音准都比你在线的。幸好他们什么？幸好他没有继承，就是你的那个音乐细胞。这是什么讲话？你可以听懂吗？没听懂。他说，小韩姐今天这个新发型很漂亮。然后我再听一下他说什么。他说他喜欢你这个发色，他也想染一个，但是你不可以呀、啊，你都没有头发，你怎么染呢？你有头发你染呗。你跟他说了一样的，我不可能同意的。这个小孩就是要听妈妈的话。他说好吧。哇哦，哇哦。哦、unbelievable！ 你不觉得这个推理眼界很就是很智慧吗？所以确实，我跟你说，我当时我真的……你看严娜都说确实了，我该怎么形容你呢？就是呢，有点……那我再给你展示一个，有点这个，有点艳，有点二。我再给你展示一个，就是这是我粉丝送的一个，我特别喜欢。说实话，这个比刚刚那两个有用多了，有趣多了。真的，你至少什么？你可以拿着它，就是进行一个自我安慰。那两个来干嘛？你看，哎，等会儿，你听，他有一声猪叫。哦，是他都不说你、啊、这你能忍啊？这都不说你，这你能忍啊？啊，是吧？我到，他都说的是你的那个三儿子，你三儿子叫啥呀？他叫什么呀？你给他取个名吧。他叫。你给他取名取好听一点，取好听一点啊！嗯，猪柳蛋。好的，他叫蛋蛋。这是你可以，蛋蛋不错。给你取个名字，挺好的，就叫蛋蛋吧。嗯，他们说叫香菜。我抖音给你做的香菜，你喜欢吗？我下次再也不帮你拿那个什么了，王一柳啊，王一柳。我说我记住你了啊。哦，对。有人敲门吗？不管，就是今天
今天我让小韩帮我拿我的假发，然后呢，我然后他说了，他再也不种香菜了，还有种太阳。对，就是我为了让小韩帮我达成我的这一个心愿，我说我再也不给你种香菜了，然后我让他给我种太阳，我天天在我房间种太阳啊。哎，种太阳是不是一首儿歌啊？没，对啊，我这个就是你来我房间种的时候唱着那首歌来。你来我房间住的时候，我来你房间住，来呀、啊，来呗。哎呀，我好久没去你那里了。对啊，来呗。我的那个什么，我的那个另外一半床为你敞开。真的吗？真的呀，给空着呢，你的另一半床为我敞开。对啊，我的另一半床欢迎你。啊，他们说是给香菜，给香菜种太阳，这样香菜可以长得就更好。叫什么？这个就相当于表面上你恐惧香菜，实际上爱的要死。没有，我准备种了之后给娜姐吃。就是、你人家都叫深贵，你这个是生香菜。我是什么呢？我是为了种给香菜吃，不是，我是为了种给娜姐吃。我种的香菜和折耳根全部给留给娜姐的，留给她吃。就是他以后下麻辣烫的时候，就下在他那个麻辣烫里面，让他吃。啊，想吃你们的麻辣烫了。啊，麻辣烫什么麻辣烫？我们房间有麻辣烫啊，没有麻辣烫，什么麻辣烫？但是我做的，我妈买的。你们麻辣烫可好吃了，像我不还说，我不还在发弹幕说想麻辣替了吗？麻辣替你在哪里？过来。我是麻辣。麻辣烫，麻辣烫。哎呀，他们梯子真的是，谢谢福月王的救，就是、啊、他们真是，他们对那个 T 太敏感了，就特别吴伯涵跟吕湘怡，他们对那个 T 太敏感了，对吧？像我们就无所谓啊，他们就是对 T 太敏感了，真的是。怎么了，肯？我的 bro。叫我 K 吗 ？Oh my K！ 哎呀，不要这首歌。怎么了，肯？肯怎么了？你的 Barbie 呢？肯，他最美的 Barbie 是冉冉，哇、wow, ，他心中最美的 Barbie。哎，嗯、没关系。我那句话说的太油了。啊，我觉得你那句话说的可好。啊，不会是我品味差吧？不是因为你爱我，因为你最喜欢。啊，一般般。怪不得呢，哎、救命！就是什么 Barbie 从来没有看上过肯，那是很正常的。你是 Barbie 还是 Ken？ 我是艾伦。好的，艾伦。我是肯的。去你那里找你吧，想你了，好久没见了，天天在你那种香菜，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真的该不好意思了。你该不好意思了。真的是，还让我帮你忙呢，天天拿我那儿种香菜呢。真的是。我给你看看我们家溜溜。好呀，我看一看他有多肥。哎呦我的妈呀！哦呦，好肥呀！他现在好惊恐，你看看他的眼神，你看他的眼神好惊恐。别装，他好可爱。别装了，来，我看。他可爱。对呀。他可爱呀。喵喵，你跟小韩姐聊天吧，喵喵。我能跟他聊天，那证明我真的是离那个宛平南都不远了。没有，七点呢啊！你都能跟我们蛋蛋聊天，那是你跟你们蛋蛋聊天，那是你。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拜拜。行，拜拜拜拜，一会儿来玩吧。好，拜拜。如果太晚我睡了，你就自己自觉躺我旁边。好的，拜拜拜拜拜拜。再见，黑白，你挂吧。溜溜那么胖，那么胖，夸别的猫猫呢？七点是最可爱的，笑死了！他这一本输的好惨，那没办法，怼王是这个样子的，怼王没输过，就是在打嘴炮这方面来说，我没有输过。你 get 不到了吧？确实 get 不到。嗯，
我头顶在反光，很正常，因为这是顶光，所以它在反光，因为它是顶光。那不成怪了，真的是。这脑回路真的挺牛的。猜猜猜你是谁？你猜我猜不猜？这是什么？你的佛祖？你也想随选你一边？那你跟王一柳商量一下吧。你快猜，不猜？我就不猜，自己说。乖一点，自己说。这个就是说，主打一个盘，就是主打一个盘。上铺下铺，上铺是娜姐。我还不想。你电语电话有人问猜猜你是谁吗？有啊。把鸡留我。也有。但是呢，一般他们的那个是有备注的。我不知道这首歌，想起来你也给小号，不准，不准来，不准弄小号，没意思。为什么没意思？怎么就没意思了？再也不问了，别上。有的时候你知道。对，确实，因为我当时接起他电话来说，直接就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当时接他电话，直接嗨，儿子。有备注的，对啊，有备注的。但是小生的那次是没有备注的，因为我看到一个江西赣州，我就知道了。甜妹女粉，好的，甜妹女粉，甜妹。衣服，我这衣服问不了一点，确实，直接就暴露了，他们的备注直接暴露他们是谁，笑死我了。他可能还想问什么他是谁，我一看见那个江西赣州，我就知道是谁了，不就是儿子吗？不就是咱儿子吗？就黄橙色的那个。我们这没有烟囱，宝贝。黄色的那个。我们这没有烟囱的。什么年代了还烟囱呢？怎么做到的？怎么说呢？聪明吧，那聪明人是这个样子的。那确实。你是依依哦，原来是你呀、啊！哼，上大号说话，带什么小号？小号就去浪是吧？还能占你便宜？怎么还不打算来见我呀？永远就想玷污我是不是？我上次怎么猜到的呀？哦，然后好的，因为你不是说了吗？特别特别的长。你不是给我提示了吗？你说我们才见面不久啊。然后我想了想，不就是吗？就是符合的。然后根据我的一些推测，听到的一些线索，猜到的。聪明，你这小号挺好的。我不知道下次握手会啥时候呀？确实，我们都好久不见喽。关注了我一个人，那挺好的。江西南昌，那你就不暴露吗？我一看江西南昌的，那不就是你吗？2627号剧场应该，那确实是。谢谢小叶子的两个荧，哦呸，小叶子2号的一个荧光棒。不像吧？我跟他应该不像的吧？不会尴尬吗？就试探性猜猜呗。但是大概率都是了。26号开学真的会写，那只能下次了，那就没机会了。咱们27你开学，那真的只能下次了。外国号也不行，那你就要这么说，那直接外国号那不就是你了吗？因为国外他们一般不打电话，因为他们会打语音，国外那个漫游太贵了。才不像呢，一点都不像，好吗？低腰裤，天哪，我不像，一点都不像，哼。27你应该军训回来了，电我安排起来，我也不知道一定会是不是会有。到时候再看吧，就是、因为现在没有的。结婚，我努力吧，赶紧接回来吧。妈呀，我怎么开始打哈欠了？努力吧。娜姐他们吃得惯折耳根不？我问问，娜姐，你能吃得惯折耳根吗？什么鬼？我那天在成都的时候，面对请客吃的吓死我了，那、这个味道，听见了吗？听见了吧？有一点点困。我一双联盟知道有个闹的。萨勒芬妮。OK， 盲僧。我跟你说，我就喜欢那个王者荣耀里面不知火舞那个衣服，就前面一片后面一片
只有四川人吃折耳根，四川人都不吃折耳根，我也不吃。我当然知道三点分离，我还知道盲僧呢。超辣。还有猫，准备到几点？还有重庆的，我重庆人不吃啊，没试过。我在线为重庆人辟谣啊，我重庆人不吃啊，我吃不了一点，太难吃了。准备到几点？到时候看吧，我也不知道。反正不吃了，呛死，真的超难吃。我也不吃，它超级难吃，一次折耳根。嗯，还有德玛西亚，德莱文，对吧？德莱文，就是我觉得还有艾希，我还知道，真是不能看了。降血压不好，嗯，不好吃，难吃，巨爱吃，天哪，我真的不行，来者不拒，太可怕了。这两样我都不吃，这两样真的是我的恶魔，噩梦，太难吃的这样东西。真的，我会生理性的呕吐。毛血旺当然好吃了，吃不了辣的，我能吃辣的。我是能吃辣的。这两样能让你嘎，这两样能也能让我嘎过去。这两样太难吃，太难吃了。大瓜。你也困了，那你困了快去睡吧。公费南昌旅游了，好玩吗？南昌？真假？哎，我记得好像去过南昌哎。能说你靠近一点。给你辣的不行，直接不敢去重庆。嗯，那你可以点清汤的吗？你可以吃清汤锅吗？又咬到你脖子了，那里肯定很甜啊，所以逗蚊子的喜欢吗？困了，真是困了，我俩美瞳都卸了。我的美瞳还没卸呢。洗衣间成性价比比较高哟，你这么专业呢，你这么了解呢，我小神，你这么了解呢，真不错，你可了解了呢。串串香一点都不辣，我挺能吃辣的，我也觉得，我反正我觉得我挺能吃辣的。没事，我这边吃西瓜，下面捂着那个艾草，应该不会更好。有梅味儿，那个老妈蹄花好吃。你有多能吃啊？反正我，真的假的？我能吃重庆的中辣，嗯，你去不了一点市区。我高中的时候变态辣鸡翅能吃，现在不行了，我现在只能接受中辣了。啊，变态辣是真的。我今天最辣，我能吃那个伤心凉粉的变态辣。我今天高中的时候，我能吃那个伤心凉粉那个变态辣。对，在质疑重庆人，真的是南昌拌粉。南昌拌粉好吃吗？没吃过，好像吃过一次，还可以。点外卖点，在上海点。对啦，对啊，重庆好火锅好吃。有啊，成都兔头啊，兔头可好吃了，还有串串，串串也很好吃。现在咱们就是个对眼，我高中的时候真的很能吃了，所以当时高中那个时候，反正真的超能吃，怎么能吃兔？你要问我有什么好吃的，你又怎么能吃兔兔？你逗我呢你、啊？对，麻婆豆腐还可以吧，麻婆豆腐还量还大。上海点的外卖，南昌拌粉专业吗？换一个串串啊，串串可好吃了，成都也不远了，加油。确实，你看我好吃，对啊，好吃死了，好吃好吃。兔兔很好吃，一说了串串香嘛，就是成都的串串有个毛椒火辣，特别好吃。哇哦，就没别的了吗？那家特别有名，特别好吃，毛椒火辣，很有名的一家串串店，不是当地人都不会告诉你。对，毛不是这几个字，毛椒火辣，我该怎么给你说哎？毛是这个毛，椒呢是辣椒的椒，火辣应该就是后面这两个字，毛椒火辣。好的，好的，好的。一点聊的，你不会点个外卖吧？没有心理压力吗？没有啊。很好吃，去吃，很好吃，这家店非常好吃。对对对，毛椒火辣，应该是这样子，是应该是叫这个名吧。如果不是这个名，我再问问我妈。你有时间去吃？谣言，应该有的吧。反正他开的很晚吧。串大嘴也好吃，哦，他好像开的不晚，开到十点、十二点，我也不知道，忘记了。上海你吃不了辣。那你不行哦，
朝天椒很辣的，还可以变成美食主播了。其实我吃的挺一般饱房，我吃的美食，我不爱吃东西。好吧，可以翻牌跟你说，翻牌跟你说吧。因为一会成都了，想家了，那你可以抽空有时间回去看看呗。那必须，我当然最好了。如果这个。我当然最好了，乐山的还有那个钵钵鸡也挺好吃的，哦，有家钵钵鸡也蛮好吃的，成都有家钵钵鸡，那当然我很好的，我人很热情的，真的是，喜欢吃钵钵鸡，钵钵鸡很好吃，确实。说起乐山，我想起来了，钵钵鸡，有点难，有点难磕。嗯，还有什么？成都还有什么好吃的呢？成都我也不记得。对对对，七婆婆钵钵鸡很好吃。最近你是什么？就跟成都在我心里的地位一样，还好吧？成都在我心里的地位一般。重庆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好一点。绵阳，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绵阳有什么好吃的。出来的时候社死，急死了。我所以我慢慢走的，慢慢走的。凉虾呀，重庆有凉虾，凉虾凉糕冰粉嘛都有，在角落瑟瑟发抖。怎么你说乐山，我以为我知道，我只知道乐山有个钵钵鸡，但是我绵阳我没去，没有去过绵阳，不知道，只能过年回。我现在也只有过年回钵钵鸡了，怪不得记忆那么深刻呢。还是喜欢重庆，我也挺喜欢重庆的。广东人也吃不了辣，确实。广东人吃不了辣，但是广东人喝汤。你今天我真是，咱们就是说，他跟吕佳怡刚说了句话，然后就谁来说去，谁想去就去，有空就去。跟杨毅说，哎呀，你去做了，我真是服了。广东人的点。你看，不对，杨毅他说，你山东人，山东人确实还好，广东人真的吃不了辣，重庆热啊。我这个天儿那老热了，重庆，我就说重庆最高温度可以到40度，老热了重庆。我就说重庆你不开空调活不了，真的。哪家好吃？可能每一家都好吃吧。看成都，哼，你就浪吧。老铁们学会了。因为妈妈爱煲汤，就是、我喜欢喝汤，我妈也爱煲汤，我也喜欢喝。就是我们对。你也是无辣不欢的。我发现我也是无辣不欢。所以咱们就是。那可能你们家人吃的比较辣吧，会不会被辣哭？那我觉得会，有一说一，我觉得会。都喝汤，确实，哎，确实，我超，我觉得福地，我喜欢福地肉片的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汤，一点辣就不能吃了。我在这待那么久，我都能吃辣呢。对啊，没有辣怎么活啊？都会被家长骂。哦，为什么？那可能就爱吃辣吧。哎，我给你讲个笑话。半步癫给辣坏，真的吗？我呀，我 OK 呀。咱们上海粉丝去了成都的，人家的扣根本跟不上。啊，真的假的？那就跟不上了。我给你讲个笑话，快。有个地方不一样啊。就是有一个人喝多了。上了个学吃不了。重庆也是南方啊，对吧？点外卖哦，那确实是。哇哇，那个食堂真的除了咸有没有别味儿了？都要拿白水涮，这么夸张？这样子哦，湿气重。哦，这样。嗯，有点真是比较。哦，很多方言打口味，挺好的。好吧，那我肯定能跟得上。甜吗？就是。甜是一方面，还有一方就是很咸，就是菜很咸，感觉他们盐跟不要钱似的，老咸了。每次我吃盒饭吃不完的原因，就是一个原因是因为甜，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咸。好的，晚安哦，波波，早点睡哦。就很咸，我真的是那个饭都吃不了一点。谢谢波波的荧光海，谢谢波波。不淡，就是不是就是淡，就是没有辣味儿。然后它其实它的口味真的挺咸的，咸你是没想到，真的咸，那个菜，甜是甜，但是撤吧，拜拜，晚安。就它真的很咸，它有些菜真的咸，我咸的受，有些时候真的是吃不了一点。是上海您啊？你这样子干啥？你快说。就觉得
他那个盐跟不要钱似的放，就是跟不要钱的似的往里面放，咸死我了，很多时候都吃不完，因为咸的我受不了了。我不知道啊，酱油放多了，全是找湖南菜吃。我也喜欢吃那个剁椒鱼头，可能不是盐，是蚝油是吧？是不是怕坏？什么怕坏？再见。哎，我的酒。拜拜。哎呀，这个地方，好了。OK。那有可能是鸡精酱油多了。好的，等我的推荐，快去吧。晚安。主打一个蛋，没有一点点辣椒，要辣自己家。反正我们那儿辣椒其实也很少有，但是就是它的有些菜真的很咸，重油重盐的。我们学校食堂也齁咸。北京人哦，我上次去北京，我吃了那个涮羊肉，好好吃啊！那个涮羊肉，我好喜欢吃啊！那个涮羊肉就是有股奶香味儿，他们那个羊肉一点羊味儿都没有，一点羊味儿都没有，真是奶香味儿，很好吃。给我发翻牌，对，赶紧给我发翻牌。你们学校食堂吃白菜的放辣椒，这么离谱？其实差不多，我们学校吃白菜也放辣椒。真的很好吃，真的涮羊真的超好吃，那个涮羊肉超爱。我想要给你发翻牌，知道就好啊。你们这些真的不理解，南京不应该吃那什么鸭吗？没有一只鸭能活着走出南京。真的学白菜，我们也放辣椒。给我发一把嘎，不准嘎，给我发完了才准睡。啊，我也好想吃那个涮羊肉啊。哼，喝什么喝？你自己心里不知道吗？长这样子，对，铜锅涮肉吃的，冬天经常去吃涮羊肉。哎，我也很想去，好想什么时候去北京吃那个涮羊肉去。呼呼，那你回得快一点。我知道了，别推，气死，服了。正好要吃涮羊肉，娜姐，啊，要吃涮羊肉。我不吃羊肉，谢谢。那个羊肉一点羊味没有。啊，气死我！那你气死吧，那你气死吧。烦气的不是我，嘿，不要同过山呀，是吗？那是这个道理吗？气死了，没人了。放心，你气不死的，嗯，你没有那么脆弱。和火锅有啥区别？还是有区别的。怎么说呢？火锅它就是火锅，那涮羊肉就是涮羊肉。对对对，麻酱那个烧饼，对对对，我吃那个麻酱还吃那个烧饼，真的好吃。你说全给你回完的，我回了很多呀，对吧？那我要睡觉嘛？那我今天早上9点起来呢，哥。对，一个是铜锅，一个是火锅。别催，我会回的，真的是别催。真无语了，再点一份饺子绝配，别催我，会给你回答，别急嘛，再叫妹，我一巴掌给扇过来，什么东西都顶得住，我这是在锻炼你，你知道吗？你就是太容易 emo 了，我在锻炼你，跟我一样阳光开朗，口一提老公，哼。你最爱顺口一提，味道淡淡的，真的超好吃。那个羊肉真的一点羊味没有，就是奶香味儿。不用谢，不用谢，咱们就是说呢，举手之劳的事儿啊。不回就干嘛？你想干什么？一巴掌。那个羊肉配麻酱是真的很香，那个真的很好吃，那个羊肉。我感觉那个羊真的是现片儿的，现杀的羊，超好吃那个羊肉。干嘛？不用谢，咱就是说呢，我们要有就是坚强。好饿，我也很饿，但是呢，我不能吃，我也很饿，我要等明天才能吃。明天我去吃羊肉串去。哼，内蒙空运过来的羊肉，嗯，怪不得，真的好新鲜，好好吃。真的好好吃那个涮羊肉，明天去吃涮羊肉，被我安利了是吧？
我真的巨好吃。我当时是在北京，我为什么去北京我忘了，我好像是北京玩，然后就北京，我自己一个人去北京玩来着。然后呢，我当时好像是高考完，应该是高考完吧，我一个人去北京玩。然后呢，因为当时刚去完上海就去了北京，然后就去吃那个涮羊肉。多发点广撒网，曾经，然后呢，现在像就是再来一次吗？然后回顾一下就曾经。没吃涮羊肉，去吃真的好好吃。酸菜涮羊肉是吗？我之前去西安好像没有吃到这个，下次可以去吃尝尝。我这水平怎么了？上完课就去吧，真的超好吃。知道就好，你敢给别人发，头都可以忍一下。哼，咱们20下吧，再过9分钟下吧，夸夸自己好吧。你夸，考不考虑山东网？下次一定，主要是现在山东也可以，但是呢，目前没时间呢。咱就是说，我现在连回个家都困难。打开游戏等着了，等吧你，你可太苦了，你哪儿苦了？你可好了，你可不苦了，你可甜了你。我老家在哪儿？在重庆啊。对了，我把恶鬼看完了，恶鬼还蛮好看的耶。然后去吃涮羊肉，涮羊肉真好吃。上辈子欠，知道了吧？知道上辈子欠我吧？这辈子好好还债啊！来苏州看，没票，然后呢没空，咱就说一没票，二没空。你看过魔女吗？什么魔女？没看过。哪个魔女？啥魔女？什么魔女？你说韩剧的魔女吗？没有，这次只是把恶鬼看了，主要是哦，那我没有看，我只看了这个恶鬼，主要是听说很好看，而且是恐怖片，苦一点也愿意，挺好的。咱们就是说不苦，咱们不苦，苦呢只是短暂的，以后就不苦了，一点都不苦啊，你可开心了。不好吃，真的不好吃。好吧，我不会去韩国的。学校老师知道吗？别再跟我说这个一路上有你了。一路上有你，我知道了。不需要你，什么鬼？你别干啊！火了，那还不是得需要他呀，对吧？火了，那当然得需要他呀。那火了，我没有饭头咋整呢？那真的是个意外。咱们就是说当时很久没睡觉了，然后呢脑子不清醒呢，就看见那前面两个字，那个微信弹出来就看见前面两个字，一路就只看见个一路。我就什么一路啊，我当时脑子里面只有个一路，怎么好我还不知道，然后就说出来了。当时是真的脑子不好，太久没睡觉了。不缺饭头，那还是缺的，咱们需要一个稳定的音乐会，好吧？没有个稳定音乐会怎么火呢，对吧？没有一个好的饭头我怎么火呢，对吧？要多做安利，要多那什么一下，对吧？那没有一个好的饭头我怎么火？不行立马换人，那是不行的。如果你什么不行就换人，不行就换人，证明这个音乐会不稳定。那不稳定呢，那粉丝就会流失很多，咱们就火不起来。咱们有个靠谱的饭头，靠谱的稳定的音乐会，那才能火。是真的火了，火不了一点。我没有啊，我只是在我只是说出一点点我的那个什么见解罢了。我没有 PUA 粉丝，我没画饼，我才没画饼。没有啊，谁跟谁的 PUA？ 谁有谁护谁的 PUA？ 那一定不是我，那肯定不是我。哎呀，真的是。CPU 少了，那不至于，那咱们是不至于的好吗？只有给你一个人，只有给你一个人什么？没有饭都迷糊。
我没有，我就是看他迷茫，你知道吗？我就是看我们饭桶迷茫着呢，所以我得给他捋清醒一下，我得让他清醒清醒。我看他太迷茫了，咱们我再给他指条明路，知道吧？咱就是说呢，你懂的吧？啊、哦，你懂的，你懂的。对，我是在引领走正道，我是在引领你走向光明磊落的正道。不用谢我，人很好的，不用谢我，我人很好的，像我这么大公无私的人不多了。不想接，你还想接新人饭头啊？你说说看，你想接哪个新人的饭头？你说说看啊，你想接哪个新人的饭头？被你一 Q 醒了。我你看他清醒了吧，我就说他迷茫着呢，你看我一点他就清醒了吧，对吧？还没出道，那你接吧，拜拜，你去接，我要看你接哪个人的饭桶，你最好去把他给接了，你公公饭桶你最好去接，我就要看看你要接哪个人的饭桶。现在一点都不困，你看我让很多粉丝都清醒了，对吧？你看我这一席话，就是听君一席话，慎听一席话，多好。是你不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啊！你要不乖，走。醒了就好，醒了就好，醒了就好。证明我的话还是有用的，对吧？怎么了，狗话？怎么了，狗环？哎，嗯，哎，扣什么省略号呀你？懂了吧？先睡了，明天早上晚安，拜拜。我过三分钟，我下播吧。你才睡衣呢，我这是外套。压力大，不要有压力，没有人压力你的，知道吗？你只要自己就做好该做的事儿就好啦，事情又不多，对吧？我怎么知道你？我当然不知道啊！你给他最后几条翻牌，我从哪儿知道去呢？真的是，什么啊？这衬衣好吧？对，咱们不要有压力。我没有压力你哈，我只是在引领走向正道。离开后，证明一下你没。你要接谁的饭桶？我看看，我倒要看看你要接谁的饭桶。这不是睡衣，我服了。你说你要接谁饭桶？我帮你说说，我帮你看看啊。窝饭头窝都给你什么捅掉，真的是饭头窝都给捅了。我买一条 PUA， 真的是冤枉啊。大家冤枉呀，我没有 PUA， 我只是很正经的在跟你们说这个事儿而已。嗯，不想，你别这个想法，你有都不要给我有，知道吗？你这个想法有都不准给我有。我没有，我怎么 我没有 PUA。 咱们就是说呢，对吧？这是个很真诚，咱们是个很真诚的话语。亲自来当应援会会长，那可不行，那怎么能让我亲自出马呢，对吧？那 boss 都是要隐藏在之后的。无依无助，怎么就无依无助呢？我相信他是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说，我帮你分析分析。直接带走啊？带走什么？没有没有，我没有，我怎么可能呢？真的是，我这么真诚的人，我跟他学什么？真的是，他有什么好学？如果他就更大，那不可能。经过我的点拨，经过我的分析，我可以分析的。你可以跟我说，就经过我的点拨，你肯定会就是清晰很多，真的，你肯定会清晰很多的，相信我。我这个人是很有智慧的，我妈都很相信我呢，我妈都会遇到什么困难。来让我说一说，那你猜我要和你说什么？我上哪儿猜？是关于一个粉丝吗？是关于一个粉丝吗？
便宜位置高，我该找辆什么车？什么鬼、啊？一堆 PUA 我，我没有好吧？我可没有，给你面子，毕竟那是因为我很有智慧，好吗？我妈就是会来问问我，然后跟我说，哦，金曲不对，冬天演唱会吗？尊都哦，只是问问我，这你就不懂了。而且我妈还会问我看人的眼光呢，真的，真的，我说你，你看我就知道吧，我说了我是很厉害的，嘟什么嘟，嘟嘟嘴，你看。我跟你说吧，我是很厉害的。你看谁没来，那就估计那个就是谁了呗。差谁，那不就是谁的吗？对吧？详细讲讲厉害，就是我这个人呢，今天发现不对头，我也发现有点不对头。咱们话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详细讲讲厉害，就是我这个人第六感很准，就是我呢，就是我的第六感很准，咱就是说，等一下，我怎么感觉喉咙里面有血呢？哇，谢谢阿瓦隆的99个荧光棒，谢谢阿瓦隆，谢谢。那不能，那明天的彩票号码我肯定不能第六感一下，因为我不玩彩票，而且我要是能有这种，我早发达了。扣什么省略号呀？扣什么省略号呀？闭麦，一会儿翻牌跟我说说看吧。不是翻牌跟我说说看什么事儿吗？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有点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事儿。那你在我进不去、啊、我跟你说了，我去澳门的时候年纪太小了，我进不去啊。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可以跟我说说。我不知道呀，我真的不知道，我也真的不知道，但是你可以跟我说一下什么情况。你要翻牌跟我说那些事儿，你可以跟我说一下，我看看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呀，关键是。但是能感觉得出来有点不对劲，反正两件事，你翻牌跟我说吧，你必须把这两件事情给我发完，不准睡。怎么了？你是粉我呢，还是粉谁呢？你伤心什么？我还在呢。我还回神气。不是，那我的第六感也不是用在这方面的，那我的第六感也不是用在这种方面的。就是呢，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原来我初中的时候做过一个梦，就叫预言梦，你知道吗？我真的预言梦。然后呢，因为那天刚考完历史，我当天晚上我就梦到了我的历史成绩，就是分数，然后错的题都一模一样，结果第二天拿到那个卷子一看，真的是这个样子。告诉你，我没有，太尬了，你知道就行。你们抓去研究，我当然我要有这第六感，我还在这儿，你想什么呢？那必须没有这个第六感，你这种没有的，但就是一些感应吧。我都没有呢，你说什么？我还没说话呢，你说什么？真的是，放心，我都还没有呢。你找不了我，笑死！我都还没猝死，你猝死怎么？我这几天天天睡那么晚，起得那么早呢？我都没说啥呢。咱们再过六分钟下播，1:30必须下了。哇，谢谢。我勺呢？我勺在这儿。一会儿我们吃不完必须放冰箱了。所以你明天能早？那绝对不能。那不用我的第六感，我都能知道，我绝对不能。想睡懒觉都行。不行，睡不了。为什么？
六点钟就行。网易云生物钟挺健康的，不能睡。你吗？你不能睡，为什么？疯狂起夜。反正就是说，我可能不会，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没睡。那个不用第六感，我也可以回答你没有，因为明天要排练。就是我没跟你说过，王者荣耀季后赛它是可以就是预测比分的嘛？我十个预测对了八个，就是提前预测，你知道吧？就王者荣耀 KPU 里面，我当时有那个什么春季赛的时候，季后赛它有那个预测比分，每个队跟每个队打成几比几啊？这种十个，我预测对了八个，陪我分析一夜了。行，我们分析分析。我不会起夜，我一般不会起。没有，我自己对的预测对了，因为我预测的是我们队输了，狠吧，狠吧。哎，我就是自己对预测的很准，因为我预测的是我自己对输，太狠了，真的是。预测一下英超不行，因为我不看英超，不是很了解这种东西。虽然我是第六感，但是我不能帮你预测出什么。我不看的东西，我基本上不会预测的很准确。而且我一般我就是我不能让我刻意的去预测这个东西，我要在下意识的反应。我是那种下意识，我觉得他是怎么怎么样。你不能让我刻意去，就是要那种无意识的，就是那种，哎，看一眼，但是呢，没有很刻意的那种，我才行。看得难受，哎，没事 ，DYD 大挺好的。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看了那么多比赛，我就是大家实力是怎么样的，我大概都清楚。只有一个队我拉不清楚，两局都是输在那个队，那个队叫 Hero， 实力差距这么大，就是我就是我觉得我第六感还是加了一点我对这个东西的了解程度在的。比赛之前给点料什么意思啊？给点什么料？哎，你开心的我难受。我是挺开心的，咱就是说，毕竟今天千城又拿了一个 MVP 呢，他不用被骂了，我就很开心。主要是就是看 KPU 嘛，你看久了之后，就是你对于每个队，就是他会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就是每个队的实力他是在什么样的水平上面，你是会有一些了解的。七情。靠的是小乐，你知道小乐在就是死亡率是排第一吗？前十很多队伍都是淘汰了的，他排第一名。但是他打的确实很不错呀。今天我们射手零死亡率，今天是他 C 的，确实他只能说是这次 C 的时候呢没有太冲动，也可能是恰巧遇到是滔博吧，换一个 S 队的他就没了。也不用特别硬件，幺儿在重庆是什么意思？就是宝贝的意思。滤镜那么重，我没有对千城滤镜那么重啊，但是人家确实打得好嘛。但是千城这一就是这一场前面一场都打得挺好的，这两个大场都打得很好，这是事实。看看你推的其他人，九尾又不上，我能怎么办呢？你当然得信我，跟你说。而且我觉得小乐吧有优点也有那个，但是我觉得那个打得很不错，今晚打得很好，有一说一，今晚是打得很好，青青值得的。青青因为他的粉丝我不是很关注，但是还好了，青青确实打得很好。都推谁呀？我推的很多，我推那蛮多的，反正蛮多的，就看这两个，青青的翻翻很不错，打得挺好的。然后那个小洛其实打得也蛮好的，还有那个打得也很好，那个叫什么子墨也打得很好，不是那个青青，子墨打得也很好，还有那个那天说的是，今晚打得也很好，真的今晚打得很好。早点休息，好的，拜拜，我走了。
同样亲亲的，不是是那个亲亲 ，TTG 的亲亲。亲亲确实很不错呀，亲亲，到点儿了。好的，拜拜，再见。好的，你快发吧。我哇，谢谢白姐姐的权杖，谢谢白姐姐，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什么留队？没有留队。再见，拜拜拜拜，晚安。